大家好，我是防疫医师詹佩君。连假结束后，防疫勿松懈，自主健康管理14天，共同降低传播风险。连假期间，曾前往人潮拥挤的景点或场所，应自主健康管理14天。外出时，请全程佩戴医用口罩；在家时，请维持社交距离。若身体不适，请在家休息；若需就医，需佩戴口罩，请勿搭乘大众交通工具。经医师评估后进行采检，在确认结果前，请留在家中，不可外出。即使检验为阴性，仍需自主健康管理14天。若无出现任何症状，可正常生活，但请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及延后洗牙等非急迫之医疗。请国人配合防疫，共同团结，守护家园。
投资这条道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。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，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制胜关键，鼎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。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投资的制胜关键，买进未来的机会，再拼人生高峰，请直播02-851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全球财经台 APP 直播选播，随点随看，财经资讯一手掌握。搭乘捷运照看不误，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